整个我先跟你先基本讲解一下。OK。我们做箱子哈，一般最开始我们是都买那种生存游戏的箱箱来做更改。等哥，要麻烦你把里面的东西都拆干净，拆完干净之后，再交代给我。拆干净，你对，连这个都要用掉。哦，这个泡棉啊、哦，泡棉要撕起来。哎，太优秀了啦。没关系啊，都不要了。真的吗？哎呦，爸爸，不能不，这个不要了。对，都不要了。哦，泡棉不要了。对。对，就是撕就对了，尽量的撕哇，跟他感觉有仇没有？接下来就这个可能就要麻烦你，我要撕干净。这个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几没冲上啊？那个这个有没有？哎、欸，都有压花，压花，它豆角有压花、欸，把这个花集中啊，都要剪掉。哎、嗯，对，都要拆掉。对，都要。哎，拢甲你拆了了，啊，即马就是要出去的部分来用。对对对对对。欸、啊，我有一个疑问嘞，你放心，啊，这甲这纸币起来，大家嘛喜欢这布灵布灵的，哦，有，沈哥有，我是最好替人家做价值服务。啊，那样，哦，啊，这这些都请人家给你垫啊，啊，垫度完以后的那个身体有，有。来，我给你看。哎呦呀！每个都布灵布灵亮晶晶啊！哎呦，布灵布灵亮晶晶。好，用这个来做了。好，那沈哥，看到框了，我们很开心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贴贴纸。这就是彩虹水压克力呗，要更加点料。对对、哦。这个交给我就好了。对。那要怎么做呢？你教一下。哦，沈哥来了。哎，这罐啊。自己在喷浓喷灰、不是，它是要喷在亚克力上。没有，上面有没有泡泡？对不对？有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我们把贴纸贴上去，把它对准。对，要对很准、哦。要，因为我们喷水还有一个好处，嗯，就是假如说，哎、欸，我们一下工错了，它可以再大力点没关系，不用太用心。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对，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子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呢？哦，接下来很简单哦。看这有磁铁，对不对？磁铁要干嘛？因为我们想要让工具更多样性，所以我们让我们这一个上台的部分可以吸附马卡龙，它就可以收复一些，做一些收复母亲的动作。先粘一边完之后，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 ，OK， 然后往顺着路一直推过去。哦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这样就不会有泡泡了，没有？哦，很干净的嘞。然后接下来哦，哎，对对，当然不止这样哦，我有准备一样，有没有看到？消毒用的啊，酒精，对，用到酒精，因为酒精喷嘛，它容易挥发，所以它这个缝的缝隙有没有？我们贴下去，我们这边都不会先粘死，让它稍微让它把里面的水推干，让它挥发掉。对，了解了解，喷多一点没关系，哎，对。OK， 哦，沈哥来哦，酒精哦，来，接下来呢？来，就是贴这一张哦。哦，贴这一张。嗯，对。Allow me， Allow me， 一样嘛，哈。嗯，把它推干净。推干净。嗯。好了，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接下来，我们开始要进行做组装的一个动作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上盖。对。一样啊，就开始剪这个，嗨，然后之后我们不是都有这个吗？拆掉的侧边，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塞进去。嗯，哎，来，那接着给你。对，塞进去。啊，你感觉会使不？哦，可以。啊，从哪里？啊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装上面这个盖子。哎呀，人家你也看嘛，这脚型的，哎呀，这样子弄好了是吧？对，然后就是要放外面的。对。宝岛也很大，对，哦，这抖音无机哦，对，然后接下来我们，这个叫客制化，对，客制化，客制化，好的，不是很会掉箱，但是我的那个哈，我的箱子哈，带出去也绝对要够特别，哎，够炫，对。哎，边边角角一样要注意一下。它这个，因为我们在推的时候，很多客人说它这个缝没有推得很好，所以我们要让它完全卡在它的亚克力板上，要挡住它。都是先从对等的角开始制作。哦，对等角，好来，对。好，这边。对。好了，哎。哦，这样差不多啊，哦，啊，这个收入来嘞？前扣的部分。哦，这扣。啊，对。
对准，然后让整个那个嘟。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哎，神哥你稍微注意一下，你看你这样手就歪掉了，所以整个神秘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垫高，的套环，哎，不是。螺丝母嘿，然后把它垫高，摔下去垫高，然后一样靠前，就想要垫高。因为我们拉不到那个距离嘛，所以我们这一定会歪掉，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做。一样，你看，这是叫哎美瑞，哎，我爱你，所以让它叠起来。螺母，看，嘿，对。对，你还一样，手一样伸进去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对，箱型部分就完成了。嗯，啊，这希望我脚的部分已经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即马存内底，我看人内底拢有那铺的一些东西，对啊，有没有那个在装东西的东西？有这个 EVA 海绵。哦，这个泡棉按照我们想要放的工具的样子给它割起来。这个很难吧？这割起来会像什么样？不会啦，割起来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哦哟，那水缸呢？对啊，像剪刀啊、温剪啊、水生棒、工具盒、马卡龙，啊，这个就可以插乌龟啊。啊，乌龟啊，加一个洞。它这个可以装一些我们有的没的，哎呀，然后就放进去。对啊，放进去就大功告成。然后还有，沈哥，还有呢？这个是你忘记我们一开始有粘这个吗？贴纸，贴纸，对对对，贴纸，哇，吸附上去刚好。哦，这个就是猫岛燕大。沈老爷专属的噔噔噔噔呀，人家你也看看啊。